包子卖包子了啊！刚出炉的热包子，包子啊包子，刚出炉的热包子，刚出炉的热包子，哎包子包子，太太买包子吗？您看看，刚出炉的热包子，买一个吧太太。 真的是您，慢用，来，谢谢，嫂子，上回我不辞而别，您没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只要你一切都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啊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沈老爷他还活着。 真的，我也是加入江家之后才知道的。在行刑的最后一刻，沈老爷被无罪释放，他还为我洗刷了之前的冤屈，还有一天，已经被接回沈家认祖归宗了。真是老天有眼啊！是啊，这都是命啊。命里注定，我和沈家的缘分就只有这么多。 嫂子，您别太难过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，快吃快吃。啊，对了，你说要去查找杀害敬天的凶手，有消息吗？哦，我托一些朋友打听到了敬天曾经去过的地方，我自己也都亲自去查访过。敬天那段时间好像一直在找一个什么人。找人？ 找什么人？为什么找？我还没查清楚。敬天那段时间行踪飘忽不定，要想弄清楚死因，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又回到了这儿。在警察局谋了份差事，我也得吃饭啊。我就一边养活自己，一边继续调查敬天的事情。嫂子，您放心，敬天的事情，我是绝不会放弃的。谢谢你。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问，江家人对你好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跟你说的，我已经被江家给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说来话长。嫂子，说来话长就不说了。您先慢慢吃。 老爷，
老爷，好消息，咱送出去的伞都卖了，人家还要订货呢。来，您看，这信上还说他们派人去江家伞房看过了，说咱们两家的伞啊，在画工上各有特色，不相上下。不过咱们华盖房的伞更加坚固耐用，所以他们还要再订一批。华盖房女工画的伞和冬雪的能打成平手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大少奶奶回来了。快快快快回家。冬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爹，二娘，我实在是太想念一天了，所以就跟江老夫人请了假回来看看她。我还要尽快赶回去呢。大少奶奶，你在江家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江家上上下下对我都很好，老夫人也很疼我。听说江家老夫人娶你进门，就是为了让你给江家伞房画伞呢。是，我确实画过伞，可是自从知道爹还活着，我就再也没有动过笔。我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。现如今，我在教江家大少爷画伞，后来的那些伞都是出自他的手笔。原来这样，难怪我们的主顾跟我说，江沈两家伞的画工不相上下。那江老夫人费尽心思把你娶了去，你又不画伞了，她能答应？老夫人是个重情义的人，她明白我的心思，不会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。再说，现在我答应教江大少爷画伞，江家伞房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冬雪，难得你一心为我们沈家着想，你为沈家付出的太多了。老爷，大少奶奶难得回来一趟，我去张罗几个好菜，晚上一起热闹热闹。好，快去快去。我也要帮忙。好。哥你开门呐，我跟你谈谈。哥你开门呐。哥你跟我说说话呀，你已经画了一夜了，你不要再画了。哥，你别画了，你干什么？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姐姐，想念她，你为什么要把她赶走呢？哥，我看得出来你是爱她的，你既然这么爱她，你为什么要把她赶走？你为什么对她这么狠心呢？你说呀，哥。别给我拖累她，她已经受了太多苦，我不能让我这个残臂之躯困住她，让她受更多的苦。妒忌心有多么可怕！这次冬雪侥幸脱险，可下一次呢？再下一次呢？我既然不能时时刻刻守护冬雪的忠犬，就让她离开江家，离开我。哥，你这样做心里多苦啊！不行，我不答应，我可不想这么早就成家立室，我还要出洋留学呢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是谁？林小乔。我们俩早就商量好了，等毕业了一起出去留洋。娘，你就随了我这心愿吧，我答应你，等我留洋回来，我一定和小乔一起做大江家伞业。你说的可是镇南贸易行林家？对呀。若论家世嘛，林家跟咱们也算般配，可我已经答应吴老爷了。不行，我已经答应了小乔，非他不娶。再说了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吴曼云。娘，
这可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啊。你不要太任性，自古以来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容不得你说喜不喜欢，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嘛。你们两个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总会有感情的。再说我已经答应了吴家这门婚事，我不能出尔反尔啊。要娶你娶，我一定要跟小乔一起出洋留学。放肆，我平日就是太纵容你了，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在房里乖乖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，直到成亲为止。娘，来人，锁门。少爷，少爷，您不能出去。少爷，娘，开门呐！娘，娘，你开门呐！娘，请问一下，青云巷79号怎么走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在拐角处有一家客栈，你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。啊，谢谢啊。这里的颜色还可以再加强一点。啊，爹。DongXue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爹，现在Huagaifang虽然境况艰难，但并非没有与江家伞房抗衡的能力。就画工而言，我已经把能教的全都传授给这些女工们了。江家我也没有私藏，虽说江家大少爷田恩物性很高，可毕竟是初学，所以目前两家还算是势均力敌。更何况华盖房还有爹的秘方，这是别家散房都不能比的，所以华盖房重振应该是指日可待。听您说这番话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爹，看到您和沈家都平安，我也就放心了，我就在此跟您告辞吧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这回来一趟还不在家多住几天？我已经不是沈家的人了，待久了不好向江家交代，还是就此别过吧。爹我和刘妈都已经备好了晚饭，你总得过了今晚再走吧。啊，再说一天还在家里等着你呢。我怕我再见了一天就走不了了。您替我谢谢刘妈和二娘吧，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看望大家的。啊，嗯，爹回来了，爹回来了。哎，嗯，爹，薛姐姐呢？哦，她走了。嗯，老爷，不是说好一起回来吃饭的吗？哎，这个孩子，他自己受了那么多的苦，遭了那么多罪，却还一心都为别人着想。我说去送送他，他也不让，怕被别人看见了不好。老爷，如今天色已晚，大少奶奶一个人赶路，恐怕不安全吧？哦，我让薛四去送他了。薛姐姐骗人，江家对他一点都不好。别胡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知道。姐姐，小风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这是我朋友严征，是咱们镇上的警察。严征，这是江家的大小姐小风，婷恩的妹妹。严警官好。那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小风，里面坐吧。姐姐，跟我回去吧。这些天我哥不吃不喝的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画伞。他怕你在江家受委屈，自己保护不了你，才把你赶走的。
姐姐，我不信你心里没有我哥。我对你哥的感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哥真可怜，总是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曼云对廷恩是真心的，可是廷恩对他像对仇人一样，他们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事说来话长了。其实吴曼云根本不是哥哥想娶的女人，哥哥恨她是因为她不仅毁了哥哥的幸福，还逼死了哥哥的心上人。我哥在上学的时候就爱上了一个姑娘，是他的同学林小乔，他们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，并且商量好毕业后要一起出洋留学。可是娘并不知道哥哥的心事，答应了另一门亲事，要把吴家的千金曼云娶进门。哥哥心里放不下小乔，可是他又拗不过娘，被逼无奈只得决定在新婚之夜跟小乔私奔。当时哥哥已经被关了起来，还是我帮他们从中传递的消息。吴家是名震江浙的丝绸大户，跟江家有多年的生意往来，两家联姻自是双方家长都乐见其成的一桩好事。娘不同意哥哥娶小乔，是因为她觉得小乔太有主意，竟敢跟哥哥私定终身，还开口闭口要出洋留学，是个不安分的姑娘，若是我哥和她在一起，绝不会安心继承江家的伞业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赶紧走吧。我走了。这么晚了要去哪儿？娘。曹海，给我搜。是。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女人送的东西，找出来全给我烧了。是。大少爷，失礼了。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开门。是。娘，大少爷，娘，你放我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娘，大少爷，你放我走吧，娘。娘，娘，你放我走吧，娘。娘，你也跟着胡闹，回屋去。自己有眼无珠，看错了你，没想到你如此绝情，自己不把话当面和他说清楚，反而让你的新娘子去羞辱他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平日让我把它还给你。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份打击呀？马云。
我的女儿啊！从那之后，我哥一气之下就得了怪病，他拒绝医治，一心求死。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最爱，失去了梦想，两样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而破坏这一切的不是别人，是嫂子。所以他对嫂子只有恨。这些年来，我哥一直生活在痛苦中。我知道，他是用这种方式在惩罚自己。可这次回来，我发现我哥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这是因为你，姐姐，是你让他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姐姐，我知道，我哥这样没头没脑的把你赶出江家，你会觉得很丢脸，你也一定很伤心。可是，我哥这么做，真的是为了你呀。为了我？嗯，我哥认为只有让你离开，才能保护你不再受到嫂子的折磨和刁难。姐姐，他心里这么苦，你忍心看他这样吗？姐姐，也许我这么要求太过自私，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回到江家，陪在我哥身边。是婷儿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不，我哥他不知道。那我这样回去，我还是会被你哥赶出来吗？不会的，我哥根本不想让你走。你走了，把哥哥的心也带走了。过去你是不知道我哥跟嫂子还有小乔之间的事情，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你一定有办法说服我哥让他留下你。再说了，娘要是知道这事，也一定会让你回去的，不是吗？这么不吃不喝的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滚！别再让我看到你！我不走，我走了谁照顾你啊？已经这么多天了，你何苦这么折磨自己呢？万一再触发旧疾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平安，我就是饿死也不吃你送的饭。你是个魔鬼，你给我滚，滚开！我出门不过几日，庭恩怎么又变成这种样子了呢？冬雪呢？冬雪被庭恩休了。什么？是庭恩的意思，媳妇哪敢多问呢？胡闹，简直是太胡闹了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由着庭恩的性子乱来呢？我临走时怎么嘱咐你的？看来把这个家交给你根本就是个错误。曹海。立刻派人去把姨奶奶找回来。是。娘，娘，姐姐回来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为什么要回来？我已经把你休了。婷儿，我知道你的一番苦心，既然你能为我着想让我离开，我也可以为了你而留下来。照顾你是我的责任。我不需要你的照顾，你快走。婷儿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治好你的病，让你回到以前的样子，以此来报答娘对我的恩情。这也是我从进江家以来就有的心愿。我想你也有个心愿吧。如果你的心愿是因为自己不努力不坚持而不能实现的话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的遗憾
已经永远不能改变了。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。以前的事你都知道了。小小说过一句让我非常心疼的话，你只知道你心里的苦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别人心里的苦呢？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，这话会一字不差的从你嘴里说出来。既然这样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呢？你想治好我的病，只是为了报大娘的恩情吗？娘，哥，来，快坐下。哥，来吃饭了。去拿碗筷。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，趁大家都在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。小凤啊，这件事跟你有关。我？什么事啊？你的婚事。男方是临镇高家钱庄的少爷，年纪跟你差不多，已经在帮助家里打理生意了。高家跟咱们家也可以算是门当户对。我已经跟对方约好了，过几天高少爷就来跟你见面。我不同意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。在国外人家都讲究自由恋爱，得男女双方你情我愿才行，我凭什么像个物件似的任人挑来拣去的？什么挑来拣去的？说是相看，不过就是走个过场。你以为人家还当真会挑你什么吗？反正我们两家都看好这门亲事，就算你们不见面，也差不多可以定下来。凭什么？我要嫁给谁不嫁给谁我说了算，你怎么能替我做主呢？我是你娘，我不做主谁做主啊？可是小峰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快坐下。反正我不同意，我不想将来落得像大哥和嫂子一样的下场。小峰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强娶强嫁的婚姻怎么可能幸福呢？你和我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。住嘴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我看这些年你在外面是翅膀硬了，心也野了，根本没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。娘，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高家的人过几天就会上门，必须见面。小峰，娘，我去救救他。小峰，小峰，哎呀，小峰，小峰，姐姐，你不用劝我。我说什么也不会去见那个高少爷。哎呀，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我是想说再怎么样你也不该当着全家人的面那么顶撞娘啊。那不是被逼急了吗？是，我明白你见过世面，思想新潮，可娘也有她的道理啊，她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啊也就是让你见一面，又没有让你明天就上花轿。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看那个高少爷到底是什么样的相貌人品，说不定就会是你中意的人呢。姐姐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的。因为我……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没有啊。算了，反正不就是见个面吗？去就去啊。少爷到了。哎，您请。江老夫人，您好。啊，好，啊好，高少爷，快请坐。哎。来人，上茶。
去请大小姐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来了。嗨，啊，这位一定是高少爷吧？哎，小凤，我只是打个招呼而已，他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？少见多怪的。高少爷见笑，这就是小女江小凤，她现在在洋人的学堂教书，所以高少爷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了表示对你的热烈欢迎，我特意给你煮了咖啡。来人呐，上咖啡，快点快点。我告诉你啊，洋人他们都喝这个，很提神的，闻一闻香吗？哎呀，您不尝尝啊？这可是我亲手为您煮的。哎，怎么样？味道很足吧？足，很足。哎呀。可是您的表情是言不由衷的，要不再尝口试试？不了不了，不，谢谢谢谢。高少爷，这是咖啡，很贵的，平常我都舍不得拿出来给别人喝。这是因为今天你来了，你怎么能辜负人家的一番心意呢？好，我喝，我喝。怎么，要我喂你吗？高少爷，这又不是喝药，不是这样喝的。喝咖啡是一种高贵的品味，是要一小口一小口的啜饮，懂吗？啜饮。哎，聪明，这可是礼节呀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失礼了，我失礼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再给您倒一杯。来人呐，小凤，多谢江小姐美意。你闹够了没有？高少爷，我这女儿生性顽皮，可她也是一番好意，想要好好招待你，你可别见怪。不会不会，江小姐为人直爽，见多识广。在下自愧不如。高少爷，瞧您这一头汗，您很热吗？要不我帮您把马甲脱了吧。不用了不用了。来来来，老夫人，在下突然想起还有急事要办，近日多有叨扰，就此告辞，告辞了。哎，高少爷有空常来玩啊，我不送了。小凤，你给我过来。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江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是您非让我见面的。你都让我惯坏了。人我见完了，我走了。站住！你给我跪下！你跟女孩子家穿成这样，你想干什么？向人家高少爷示威？人家是贵客，你就这样戏弄人家？你还笑？你让人家高家怎么看你？人家还敢答应这门亲事吗？不答应更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门亲事如果不成，你哪儿也别想去，给我乖乖待在家里，好好反省。那不行，你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我是你亲娘，我就是要管管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不然这一辈子你都找不着婆家。娘，哎，怎么？小凤，别说了。娘也是为你好啊。娘，小峰心直口快，您就别跟他真生气了。再说了，高家也未必会拒绝这门亲事啊。就是啊，就算高家拒绝了，那我们还可以再去找王家、李家。像我妹妹这么优秀，还怕找不到婆家呀？小峰，还不赶快给娘赔个不是。哎呦，娘。
我就是考验考验高少爷啊，看您之前把他夸得跟朵花似的，我就是想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呀。你还有理了？看他这个样子，他是真知道错了吗？娘，人都走了，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您骂也骂了，若是气还没消，要不打我几下解解恨嘛。起来吧，都让我给惯坏了。来，我就知道娘是最疼我的了。哎，姐姐嫂子，你们看我的裙子好看吗？啊，这件啊，嗯，不好看。怎么不好看了？我还想给他们也做一件呢。你敢？还不赶快回房把这身给我换下来，下次再让我看见我就给你烧了。来，领一只。怎么样，大夫？大少爷，最近可有像之前那样浑身疼痛难忍呢？晚上偶尔会疼，忍一会儿就过去了。那就暂时继续服用原来的药方子吧。廷恩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送送大夫，很快就回来啊。廷恩的病虽然没有再复发，可为什么始终不见好转呢？姨奶奶，不瞒您说，大少爷这病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，眼下只能用药物稳定病情，减轻痛苦，若想痊愈恐怕是不可能的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大夫请。娘，娘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廷恩的病有救了。廷恩的病有救了。哪家的大夫啊？赶快请来啊。就在镇西新开了一家西医诊所，都是杨大夫。我跟他们说了廷恩的病，他们说有法子治。娘，咱们赶紧让廷恩上杨大夫那儿去看看吧。杨大夫简直胡闹，听说那些杨大夫治病啊，直接在人身上动针动刀的，听着都吓人，还治病，太不把自己男人的命当回事了。可是娘，杨大夫说他们治好过跟廷恩一样的病。那些洋人的话不能信，没一个好东西，都是骗子。不会吧娘？怎么不会啊？他们不好好在自己家里当大夫，大老远的跑到咱们这儿来开医馆，那肯定是在家里混不下去了。哼，也就是你，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我就不信连咱们老祖宗都治不了的病，他们洋人能有办法。哼，简直胡闹。不是说出去散心的吗？怎么还散到洋诊所去了？本来大少奶奶是去庙里进香的，可是在回来的路上正好路过一家新开的西医诊所，就顺便进去问了问，听说那里的杨大夫治好过类似这样的疾病，所以这大少奶奶呢才想让大少爷也过去看看。记得按时吃药。哎，再见。两位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们吗？我们是来问诊的，请问大夫在吗？在，两位这边请。大夫，有病人来了。哦，请坐。啊，请问哪位要看病？哦，不是我们，我们是来帮家里人打听情况的。生病的是我丈夫，他已经病了很多年了，浑身溃烂红肿，发病的时候疼痛难忍，之前找郎中看过，说是皮疹，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有些见好，但就是不能够根治，不知道您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他。真巧，昨天也有位太太来问过同样的病症，
不过你们最好把病人带到这里，让我亲自给他检查一下。只听你们这么说，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病，就更不要说对症下药了。啊，这飞花的清晨离开我，心如刀割。伞下的风雨淹没了光影扑朔，几段风雨，爱情随风逝去，天涯浪迹几番相遇，仿佛前世的错，今生来提。春去秋来到，几多愁。更浓岁岁又年年，梦还在，刻骨的誓言随风远去，奔跑在身边是在寻。